挨打我是有，我是有、啊、有经验的，你就一个互相连语就对了哈。现在两位选手，这是他们在擂台上的初次见面，请发表一下此刻你内心的感受。不许还手，不许急眼。回去千万别说我十分高中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 ，Round One， 就行了。来，好，保险，好，保险，回去，你回去，哎，哇哦，哎呦，回去，回去，哥。好，我要中拳了，好，我要中拳啦！哇，小天拿出了十二分的力气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39。